嗱，今日星期五啦，即係星期六啦。咁聽日咧，今晚仍然有波睇啦。但係聽日我哋營業到六點嘅，朝頭早十一點開門。咁啊，大家咧，如果約咗驗血嘅朋友就準時上嚟驗血，未約嘅朋友咧上嚟咧，我諗都係等一陣就 OK 嘅。咁呢一個驗血服務真係非常好啊嚇。好，我哋去睇相，睇下咩廣告賣先。嗱，第一個我哋琴日講嗰個魚滿香港嘅魚湯，我非常咁推介嘅。嗱，呢個魚湯咧，你就咁飲就 OK 嘅。咁但係咧 ，at least 咧，我認為加片姜咯，鹽啊自己落啦 ，OK。一比一水，咁你可以落多啲水啊，咁但係通常就變成我哋放湯啦，可能加啲豆腐啊，加啲聖瓜啊，或者節瓜，你自己諗到啦，我嚟煮面啊，全部 OK， 香港製造$33，話呢隻嘢咧，我係大買嘅，我好相信 ，OK， 好再去，咁我哋好多湯啊，龍蝦湯原價$99，而家$59係我呢排嘅 best seller 嚟嘅，啊咁啊飲過嘅朋友都知啦，元勝啦。其實咧呢一排咧，澳門啊，好興食呢個龍蝦砂鍋飯啊。咁其實講到尾就只不過係啲飯只揾龍蝦湯嚟放啦。咁就跟住入邊上面啊加啲我諗如果你龍蝦湯，你加啲海鮮咯，啱味咯。咁你各色其色啦。$59香港製造好到不得了，比法國嘅龍蝦湯更加好啊！我真係一流，我認為。再去。咁呢隻就係我哋嘅瑤柱火腿南非鮑魚螺頭湯啦，啊，咁同頭先嗰啲兩隻湯係兩回事嚟嘅。咁呢個原價159，而家99，啱啊！風水豪嘅最愛啊，俾直接俾味嘅花膠湯咧，都係55波嘅，咁大家可以試下，都係99同花膠湯一樣。呢個唔使説添，好再去。好啦，咁我好耐冇買過啦，因為我發覺而家出邊冇人夠膽買咁貴嘅牛肉噶啦，邊有啊？啲凍肉鋪都死過臘肉，我繼續 carry on。$638啊！日本 A5 和牛，話你玩買平嘅有冇啊？周圍都有嘅啊！和牛其實就算喺 A5 入邊都分好多唔同嘅產地啊，唔同嗰個食味啊。咁我呢個咧，我認為咧，我聽好多網友講啊，亨利嘅話，我啲網友講都認為 the best 嘅，有平嘅。我聽阿蕭生嗰邊啲和牛平好多啊，平我好似我唔知可能平我日本啊，咁大家可以試下喎，咁平啊，我就冇咁平嘅。我就$638，但其實都好大兜嘅，因為我十幾十一二塊啦，塊塊都成冚住我塊面嘅，可以 OK， 好再去。好啦，嗱，早排我哋斷咗貨，嗱，斷貨係咩咧？斷茶色，黑色我從來都有貨嘅，茶色都翻翻啦。嗱，呢只天然染髮露咧，我係越賣越好賣嘅 ，OK， 佢咧就係、是、記住入邊有我唔知4包定6包啦。咁咧，你係日常隨時都染得嘅。如果你屋企啊、公司或者你唔怕尷尬咧，你就咁搽咗上去，獨立包裝。咁佢好潤嘅喎，仲要 OK。咁咧留喺度一個鐘兩個鐘 OK， 然後洗去 OK。未夠黑嘅，第日再染過，唔傷頭髮，而且非常自然 OK。$258啊，咁可以染好多次啦。一般嚟講，如果你話下晝，唔怕尷尬，夜晚嘅嘢啊嘛。你譬如下晝喺屋企嗰日放假嘅2點染咗去，4、5點洗咗去 ，OK 嘅啦。一般嚟講，咁但係有啲人話頭髮多啲嘅，你咪耐啲咯，你少少咯嚇。唔夠嘅再染 ，O 咁啊 OK 嘅啦嚇。咁啊好啦，皮疹症$260，就係我哋前日個網友話個仔啊，只腳啲濕疹咧噴呢個藥。喂，呢一隻有 AKG 技術嘅產品，我差唔多隻隻都係咁。咁 OK 喎 ，Avita 嗰啲，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啊蚊叮蟲咬啊皮膚敏感啊濕疹啊，都可以用呢個皮疹症嘅喎。好，再去，好啦，鼻敏除好簡單，就係噴鼻啊。我上次有網友講過啦，啊十幾年嘅鼻敏感噴咗第一晚，第二朝就屈冇曬喎。啊，係咪咁神奇咧？我對你又點樣咧？就自己試下啦。$260嗱，記住噴到鼻側鼻翼嗰度。唔好直接噴落去，咪燙死你啊！然後索落去，好似索只曲奇咁樣，阿爾法先奴咁樣樣，咁啊掂噶啦。OK， 再去嗱啲滴鼻咧，就唔係真係滴落鼻度啊！你唔好見到要滴鼻通啊，滴落鼻度我望鳩我燙撚死你喎嚇！就滴落啲滾水度，一日可能7、8滴或者10滴，一日兩次。佢最主要咧消除鼻敏感之餘咧，就係、是。仲有可以令到你嘅睡眠窒息大幅改善啊，包括個鼻鼾聲都會細咗，因為佢係同你啊嗰嚿肉減肥啊喉嚨嗰度啊 ，OK， 咁我哋 feedback 又係好好嘅喎，咁呢個$880啊，有550滴啊，咁啊大家咧即係如果你嘅另一半咧話晚晚打喊路打鼻鼾打到你瞓都瞓唔到咧啊，咁你咪買支俾佢試下咯 ，OK， 好再去。
嗱呢一個咧，木經眼藥水啊，琴日送咗三支，嗱今日咧，嗱780蚊啊，國禮又有網友，我啲老總呢個係小巴哥哥嚟嘅，嗯 ，OK， 哇，佢咁同我講好多秘聞，都話，唉、哎，總之冚家產啦，唔使講啦，其實就唔關咩事，你冇曬夜生活，嗯，係嘛？好簡單啫嘛！以前屌你十二點一點，你旺角先知啲人又搭小巴翻大圍啊，跟住又唔知去到邊度，坐喺度又搭小巴翻元朗啊！即係你咪有夜，你有人翻夜工夜生活，你咪有生意咯。屌你冇人去街，咪冇生意咯。哦，所以啊，嗱唔係個個有份嘅2014年嗰單嘢，你咪要即係呢個世界上有人同你去爭取嘅時候。屌樂觀其成啦，唔好撚出聲啊嘛！咁而家點啊？嗱，睇翻2019年啊六七月嘅時候，那個運動開始咗咯喎，都係咁撚暢旺嘅喎。個街啊，我都唔好講個古樓啊嚇。嗱，木基亞就想我哋睇下老馬今日講咩先。好，馬生今日上嚟買木經，你係咪有嘢同我哋分享啊？我買咗兩支嘅，我一支都未滴完咧。我就感覺到個眼咧已經開始清翻嘅，本身就有黃斑病變嘅，但係呢只嘢真係非常之好。你每日定幾多次啊？三次。每次三滴到嘅啫，我唔會滴得太多，因為成日去開工咧。但係幾好嘅呢只嘢，絕對值得推薦。係咯，頭先你話平時上嚟見到阿 Ben， 你只係睇到佢一半，而家全部睇到佢成個人樣啦，係咪？而家睇到有八成，哇！有八成，但係幾個月啫喎。如果佢做手術，我諗都要三幾萬冇得走嘅。我嗰次係過年前上嚟試一試，買咗落去，第二支都未開就已經 OK 咗。啊，咁你 keep 住滴咯喎。係啊。好啊，好啊，多謝曬。唔使，拜拜。拜。好，翻嚟。嗱，唔係我講嘅，啊，佢咧即係蒙到咁樣嘅黃斑病，啊，滴咗一支都未滴完，都睇到我八成啦，啊，咁啊，我希望咧大家如果未滴嘅可以買嚟試下，雖然而家780蚊，但我送一個，喂，六日咪299個我買，係嘛，300蚊噶，你咁樣諗咯，係嘛，咁啊，嗰個你自己唔飲，你可以俾人飲，嗰只我哋好真係好正啊，藍莓素對眼睛最好，出邊賣300-400蚊。如果之前滴過啦，驗過眼 OK 啦，嗱記住，因為我梗係想做生意啦，但我亦都係為大家即係健康着想啊。阿科得到嘅咧，你咪一滴兩次，每次兩滴，我而家都係噶，叫養住對眼啊。希望咧，好似今日我有個網友咁，佢話係咁成日流淚水，成日流淚水或者冇淚水流咧，其實都係淚管塞咗。嗯，成日流淚水，因為我老母臨走之前嗰年咧，即係我而家諗翻轉啦。佢成日流淚水，我哋做乜喊佢冇冇啊？原來佢個淚管塞咗，啲淚水咪入唔到去咯，係嘛？所以佢咪白內障流成咯啊！咁佢呢一個咧啊，木經眼藥水針對其實所有除咗青光眼之外，係所有眼疾咩遠近視啊，全部咩當然個個吸收唔同啦啊，嗰啲咩飛蚊啊，全部都 OK 嘅，咁大家可以試下。之前你们是不是卖很多综合款？综合版就是买了一大堆啊，就是什么多少钱一个 set 这样子。哦，对啊，有啊有。他会不会大家都最后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不知道怎么做？怎么？还有一堆，对啊，还是有一堆没用完还在里面的冰箱里面。然后完全没有加任何的，这样呢，应该是可以吧？因为所有的都是一键上菜，我先剪一下啊！我这样拿过来，这样加一点水。然后快点，快点，我们来，今天就大家一起剪一下。哦，盘子还挺烫，有没有成功？应该有吧。哦，好像爆，真的很像爆米花呢。对，很像爆米花，对不对？都崩掉了，都崩掉了。OK 了啦，这你看都红了。你就没办法下播，嗯，很像，
小心哦。哎呦喂啊！哎呦，可是我买过来之后才发现它是这么小一颗。我看他们很帅是那鸡腿肉微波，我确定会熟了。我有用。那大家就。好的，成功的，我不知道，一般是的，哇、哦，我是觉得还可以。好、啊，剩你最后一袋、啊，应该最难受。哇、哦，旁边是吗？有大单回来，很爽。真空烤箱。对，然后那不然白酱比赛了，变成粉红酱。微波骰子你会接三五？不拆开直接拆开微波就好了吧？你要拆开直接微波？对啊。至于啊，先讲说话，要不要去拿？就他说。真的，我用。